大家好，我拿了一个胡萝卜，这算是今年第一次给兔子给胡萝卜吃。来，要不要吃？他以前会站到我的腿上的，现在不敢了。那小黄，小黄没有吃过胡萝卜，第一次见，他还是母兔，之前吃过。他是没吃过不敢吃，还是因为在我手里他不敢吃？来，给你。小黄不敢吃，他没吃过。小黄还是不敢吃，放地上，看他敢不敢吃。是因为在我手里才不敢吃，放地上它就敢啃了。它好像对胡萝卜一般般，小黄咬两口就跑了。母兔爱吃。因为他吃过，小黄不吃，因为他没有吃过。估计下一次给他的时候，他就吃了。这并不是说他抢不到，是他不吃。他要吃的话，母兔会让给他。吃完了，没有了。不要吃太多，吃太多不好。你吃了一半根儿啊？你这个肚子才这么大一点，那半根儿几乎填满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。